给你留个字啊，出成绩，别惹事儿。市委市政府啊，决定关停这条小吃街。您就让他这么胡来啊？出人命了，死了的小女孩，这就是你们排污的成果。我们要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，我们要赔偿114亿。你们拿着破坏环境的钱来救环境，这叫剜肉补疮啊！ 救救田江。